欢迎抵达新千岁国际机场，当地时间是上午的10:58，气温是摄氏13度，华氏55度。为了您的安全，请您保持就座并系统安全带，直到上方安全带指示灯熄灭。现在您可以开启电子用品所有传输功能。在您稍后打开行李柜时，请小心以免物品滑落，并请确认携带所有的随身物品。感谢您搭乘台湾火